将圣庙娘娘列为尊神。今日粮食节日，中华民国109年10月18日，岁数年数年9月12日。本宫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委员罗建文率领，副主任委员江胜安，副主任委员洪宏伦，常务干事高家忠，开本宫全体委员、干事、全体技术人员各分领导。本宫今日前往桃园乡之中，参与中华马祖联谊会第九次会员大会。客先生，明年度民国110年正月初10日，本宫承办中华马祖联谊会第十次联谊大会，诚心分享恭请圣庙莲亭护佑人员车辆平安，大会圆满，全体再次送上台币手表礼行。在场，咱跩兄弟跩长辈，才会当啊，借由妈祖的这行为，会当相互联系、相互结合。那么也借由我们彼此的交流，会当来学习更多的事。本来第十代哦，就是由着阮到六新乡乡哦来主办的，所以讲这届嘛，足大的勇气，而且诚心诚意吼，邀请吼咱遮的联谊会遮的妇幼局的董事长吼，啊，主任委员吼，啊，咱遮的技术大姐。哦，啊，明年1月10日，哦，啊，就是由阮到了新疆办的，阮管理单位吼会非常用心、非常努力，吼，啊，来尽量来办好伊圆满，哦，啊，最后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啊，咱正月初三吼，到达嘛，请六客，咱大家做一搞好无？Thank you.
的军旗，新威海的球会之声，两支大炮击中嘞，一中，再中，换一中。举办中华妈祖联谊会第十次联谊大会，邀请全台友众莅临本宫参与大会，诚心分享票选主天上圣的热流，灵魂无比，可以见证英雄会议平安万贯，金鸡球圣的热流，中华民国一百周年正月三十日，本宫承办第十次大会平安万贯。今日全体参与所有专体人员，阖家平安，身康命安，大化吉祥，全体赞成三十年内上天，再上天，三上天，迎接会议圆满成功。